好，另外来看超级名模纳欧米坎贝尔，他日前在法国坎城举办慈善走秀，要为日本灾民募款，但是没有想到伸展台上的模特儿却接二连三跌倒了，还有人一共跌了四跤，让台下观众看了直冒汗。顺利低胸搭配百分百自信，超级名模纳欧米坎贝尔永远知道伸展台怎么走最稳健。不过其他的模特儿可就没这么好运了，这位辣妹一出场立刻出糗，想装可爱搪塞过去，但没想到，哎呦，看来是高跟鞋太高了啦。不过接下来这位 model 更夸张，差点露点就算了，走回去时居然超级尴尬，虽然想装若无其事，但一个不小心居然又跌倒，好不容易重新振作，以为快到终点，无奈礼服太复杂，结果一共跌了四跤，连旁边的观众都忍不住上前帮忙。这场慈善走秀原本是黑珍珠为了帮日本灾民募款特地举办的公益活动，只不过原本很专业的模特儿突然失误连连，也让这场走秀出现意外焦点。中天新闻陈翠报道。